头先咧，同大家讲咗一个插插苏嘅 diffuser 啦，咁而家有一个咧就系咁样嘅插 USB 嘅，可以咧插住呢个 USB 嘅电池啦，或者插插苏都得。咁佢有咩特别咧？佢亦都可以咧 connect 呢个 app 嘅，所以佢叫 Aroma Connect。咁佢嘅好处咧就系你可以喺个 app 里边控制时间啦、几时开啦，同埋大细嘅，亦都可以校 alarm。咁我哋咧睇到咧，佢呢个咧有啲灯，有唔同色嘅灯嘅。咁咧好靓嘅，可以校光暗啦，校暗佢啦，可以校光佢啦，跟住又呢、这个系叫做佢有啲好靓嘅名嘅，咁佢呢个咧就叫黄昏嘅灯，呢、这个咧就朝头早嘅灯，咁好似有四种定五种灯嘅，咁另外咧就仲有唔同嘅声嘅，听唔听到雀仔声？咁呢啲咧你校 alarm 嘅时候咧都可以选择咗佢嘅声嘅。落雨聲，我就好中意呢個落雨聲嘅。呢個係流水聲、河流聲。呢個係森林聲。呢個係瀑布聲。咁佢咧係用唔同嘅農場嘅名咧，係嚟做呢啲聲嘅，好得意啊！呢個朝頭早聽係好舒服。咁跟住咧，亦都可以咧係教。俾大家睇下，咁样揿有两种唔同嘅精油，可以摆两支唔同嘅精油落去嘅，各自分开。咁你亦都可以控制啦，唔同嘅一或者二去喷啦。咁我咧就喺屋企咧就喷紧呢个Idaho Blue Spruce 同埋 Black Spruce，因为我好怀念咧喺农场个感觉啦。咁然后咧，亦都有分呢两个咧，都有分大细嘅，可以喷大同细，或者你两支一齐喷都得嘅。咁呢个就最 mild 嘅，大家睇唔睇到嗰啲精油喷出嚟？呢、这个就劲啲，哇！已经闻到好劲啊，啲味好香啊！哇，好劲啊，劲得滞啦！我已经要关咗佢，见唔到嗰啲雾狂喷出嚟。咁我自己咧用呢个精油咧，15 ml 咧。都可以日日噴啦，咁我就唔係噴大嘅，我噴細嘅，咁我就擺喺睡房，擺喺床頭嗰度。我就校咗最細嗰個 volume，都嗰樽精油都噴到成3-4個禮拜嘅一樽15 ml。咁我每一次咧入房嘅時候，就聞到好香嘅樹林嘅味道咯，所以我都好中意嘅。咁大家學習嘅時候咧，需要有少少時間，因為咧佢呢個燈咧，呢、这個鐘嘅燈咧，可以校24小時啦，或者校12小時。咁其實個燈本身咧都可以獨立關閉嘅。如果我冇記錯咧，就撳前邊。不過有時我又搞唔掂，咁所以而家咧我暫時有時候掹咗佢啊咁。咁所以都 OK 噶，我覺得 highly recommend 嘅呢個好舒服，因為擺喺床頭度好舒服，同埋好簡單啦。咁連呢個套裝咧就係1880，就會跟兩支精油。呢、这個精油套裝咧就叫做。叫做 Lift and Rest， 咁有兩支好靚嘅，一支係黃色，一支係紫色嘅精油。Lift 嗰支咧，佢就 recommend 我哋咧朝頭早嘅時候咧可以擴香啦。Rest 嗰支咧就係夜晚黑擴香。咁 Lift 黃色嗰支裏邊咧就有 coriander、檸檬、薑、天竺葵、cinnamon、citronella 同埋 Roman chamomile。咁所以咧，佢聞落去咧個味道咧幾似香水啊，同埋咧嗰個 cinnamon 嘅味道好重，所以咧熱熱地辣辣地嘅感覺。咁跟住紫色嗰支 lift 嗰支 rest 咧個含量咧就係 cedarwood、bergamot、tangerine、marjoram、clary 同埋 frankincense 嘅。咁我咧未聞過嘅，等我聞下先。哇！呢、这個味道咧有啲似瞓覺，好香嘅，有啲似有啲。是那些 Aroma Sleep 和 Sleepy Eyes 那些 friend 啊，是啦，类似那些的味道的。而这张 Lift 的味道呢就是香水感，不过有些辣辣地的 Cinnamon 的味道。那大家可以试一下，还有这个盒呢真的很漂亮，是有个摄石仔这样的，很得意。那再讲一次啦，就1880元是多少 PV 啊？50 PV。